骗人的，骗不骗人？反正咱是我60张券，我都没那啥。骗人的，是咱们这小地方，那他就电器也没有多钱，他都送了，但咱这没抽着。之前我要房有电动车都让你抽走了。电车都让别人干跑了，太狠了！哎，他不让自己人参与。你要房电动车是新的，他就是我中奖的没人啊，抽奖的电动车走。抽奖的。我说那意思奖项是真实的。谁刚跑？谁来了？啊，你大哥。贾叔，这你们村大不大？挺大的，咱们村。干哈？刚走。哎，行，咱俩一起送，走吧。行，走吧。媳妇儿，你播一会儿，你播一会儿去。我送我妈捡苞米去。捡啥苞米？他去做，他去抠嗓眼儿。他们做啥是吧？我也在。要呗。妈呀，妈，那你做那玩意儿干啥？咱不做了，今天。我妈说有人给她发短信了。昨天有人给我打电话了，不是人说的，是服务平台说的。他咋说的？他说的必须得做核酸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做一下。妈没记录，说得配合。配合配合呗，我搁地里忙的，八卦了咋的？我啥也没说，我一听啊，我是这长时间没去了。你家猪丢了。妈，你干啥呀？那咱下步咱一起去呗。你大伯这不在干活等着，我就跟他走了。那我现在我咋？我单独去送你一趟。你给我爸打电话叫他回来。现在他能跑哪去？我给他打电话。吃饭。你播我呀？你架放着。天天的，怎么回事？快石头啊！石头这网好像不好啊，石头这网。哎呀妈！抽我脖子肉，真吓人。哎，吓啥人呢？关羽，赶上那时代了。哎，吓啥？生完孩子我要减肥了。干啥去？那啥去？那啥去？那是我快，那是我，你给你抠嗓眼儿的。有米饭啊。啥米饭最好？哎呀，吃饭。这个行，这个你嚼碎了，这脆，你胃其实也不好。你照吧，照等你三四十。哎，昨天这市场来卖雪饼来了，8块钱一斤，便宜不？便宜。但是我没敢买。8块钱一斤不便宜，我以前记得好像是6块钱一斤。以前是以前呢，现在都是便宜。我看那家面那人搁那一站都呼上了。我啥玩意儿？我不是吃了泡面还吃不够，那一袋哪够啊？谁说的？贾厨子，我问你，你们村大不大？大。咱们这村大。咱这村子可大啊，14个小组呢，让着跑村14个小组，让着跑村是在咱们整个镇第二大。